我哋线上嘅师兄有咩评论喺度啊？都系讲神仙日做嘢，做神仙不都人间的快乐，人间多姿多彩，不善神仙善鸳鸯，不善神仙神仙善鸳鸯啊！科学飞升，文明修道，系啊！嚟科學飛升，文明修道是啱的，因為咧，我哋有時候咧，有啲我哋嘅師兄咧比較激烈，我就話文明修道係，跟住講啲好迷信嘅時候咧，科學飛升，呢個世界冇咁多鬼嘅，係多啲係窮鬼啫，最多係窮鬼嘅。好，又係我哋自我介紹啦。我是十八期的山顺，系啦，好顺嘅，系啦，好顺，好顺嘅，系啦，仲顺过杯酒嘅，系啦。咁过嚟呢度，其实大家都有好多嘅问题方法先嚟到呢度嘅啫。咁我就除咗啲神明嘅推示之外咧，咁其实都有经历过一个少少棘手嘅问题嘅。诶，分享下。就系、是、好似阿山烟喺佛家同埋道家嗰个立场。是啦，點解我咁講呢？因為喺有一個時間，咁我爸爸就因為一個 cancer 咁就走咗啦。咁因為太突然啦，嗰個事件係兩個月內都已經走咗啦。咁喺嗰段時間嘅話咧，其實有好多問題發生緊。咁啊，一直喺度諗緊個問題就係、是、身處喺度為乜嘅咧？系啦，佢牵挂走咗啦。系啦，咁喺佛家里面全部乜都要空晒、放低晒。咁喺我而家本身嘅立场，我唔可以放低噶嘛，我仲系有一种担心，有一种唔开心噶嘛。咁我点解要咁样做嘅？咁好啦，当过咗一段时间啦，我再谂翻下，谂咁多做乜啊？自己生存喺度，开心快乐咪得咯，好好地过而家。現時間我哋要面對嘅嘢，前世又好，來世又好嘅，點樣都唔重要啦。過翻好而家依個時候，大家想要開心嘅時間，咁啊跟住又見到阿大師兄嗰啲網上課，生活喺度做乜嘢？幸福快樂嘅啫嘛，咁啊更加令到我會想去跟佢學咯，因為最緊要係佢通靈之王最後嗰句説話啫嘛。我哋修道嘅係為咗修心嘅啫，係啦，咁啊，所以先嚟到呢度跟佢學修道嘅。其實我成日都講噶啦，話我哋過去幾廿年咁樣過，你有咩捉到㗎？而家捉唔到嘅，未來幾廿年你唔知佢發生啲乜嘢，你又捉唔到嘅。而家能夠捉到嘅就係你當下此刻嘅一個情況。你的當下是真的，啱先嘅一個鐘你已經唔記得咗噶啦，過咗去咯。咁如果我哋喺每一個當下，你都係好快樂嘅，好幸福嘅，其實咁做人就好夠噶啦。因為你喺度為未來去籌備，係咪會有？係，但係你喺未來籌備嘅時候，依家係咪憑到佢出咗嚟？咁你係活在每一個當下啊嘛，你能唔能夠令到你每一個當下 OK 呢？如果你能夠在每一個當下都能夠從心而為的話，其實你是沒有那麼多煩惱的。煩惱的心生是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是我可以去拿出回來的，但事實上人生是有劇本給你的，你去行它就展現給你咯。我們都經常說的，我們不是我哋套戏，唔系呢个人生嘅配角嚟噶。每个人系你自己人生嘅主角嚟噶。如果你系你个人生嘅主角嘅话，其实点样去演绎系睇你自己噶。算命系一种好客观嘅存在。佢算命一定系算唔到一个人开唔开心噶。系啊，就算系你穷，我话洗碗嘅你定义佢系失败嘅，其实错啦。錯啦，佢可能佢為咗係啊，佢造就咗佢呢個家庭，佢係失敗人生咩？唔係失敗人生，
而係你太多嘅妄念，令到你日日惶惶恐恐、誠惶誠恐咁啊！呢啲先叫失敗。所以將一個人嘅貧窮，你定義為佢係失敗嘅話，咁其實呢個定義嘅人出問題，係啊。所以而家好開心㗎。我成日行街嘅時候咧，都冇佢啲好似啲人話我傻咗啲。嗱，我成日咧同佢講，我講一樣嘢咧，就係咁嘅。包括佢老豆好啦，我哋好多師兄弟都講啦，佢都會同我講一樣嘢，我好傻好蠢噶，我很傻很天真噶。其實係好事嚟噶。如果嗱喺呢啲咁嘅社會裏邊咧。大家都要你好努力去揾錢啦，好努力去生存啦。咁咧，如果你個人再變得好精明嘅話咧，好辛苦。係啊，既然我冇辦法去爭取到咁多嘢嘅時候，傻啲好，人傻啲好。就最怕你係又叻又精明，跟住個慾望又強，會俾你嘅生命帶嚟一個好恐怖嘅打擊。所有精明一世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，无数的道理告诉他，你继续保持你的心态。